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琴，今天来到台中开箱新房子，这一次很高兴可以跟设计师一起来合作，在过程中一边了解业主的需求，解决他的问题，最后打造出业主理想中家的样子。好，我们二话不说，来去看一下吧。第一站客厅区，业主主体走向现代风，所以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决定将它配置这一款艾伦沙发。艾伦沙发它属于设计师的款式，同时也是高等级系列，它是使用进口 NAPA 的牛皮。那由于呢业主他们家的坪数比较大，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可以将沙发拉长至360公分，让整个沙发与空间的比例适中。那透过低背式的设计，可以让视觉感更加的延伸哦。那在沙发背墙的部分呢，它有做掀盖式的收纳功能，当业主转身时也方便取物哦。那茶几业主想要外观简单大方，重点又要收纳功能，这款下方有收纳柜，同时呢它的高度也不高，搭配这款低背式的沙发，就可以降低整个视觉上的压迫感哦。厨房区，那我们这一款餐桌桌面呢，是使用西班牙的陶板，相对市面上的岩板啊，更耐刮、耐磨、耐热哦。直接实测给你看，你看这样刮 ，OK， 热水刚煮好的放上去也是没问题的哦。那其实我们有许多不同款式的材质，只要有兴趣，欢迎来找我们，都可以为您客制化独一无二的款式哦。实在是讲到不想再讲了，没看过影片的朋友欢迎这边点选。那佛吉床垫呢，是我们名酒精英床款卖的最好的前三名哦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店里有很多不同功能及面料可以让您做选择，欢迎大家来找我们试躺，有试躺过后才准哦，而且平日约还送你加菜金哦。我们新家住了3个多月，你觉得如何？这次我们请名酒家具帮我们做家具上的规划，那他们完全依照我们的生活需求去做客制。像睡了3个多月的床垫，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睡眠品质变好了。谢谢名酒家具，谢谢名酒家具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看完有没有觉得其实新家配置不难呢？只要你来找我们，就可以帮您规划配置上的家具，可以符合你的需求，让你爱不释手，只想待在家里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